这不是锤锤吗？最近在做什么工作啊？剃模子。妈，我又被笑话了。要是后悔有用，我绝对不干这行了。好办呐，这是后悔药，吃了它，你只要喊我后悔了，就能回到你想去的时间节点，仅限四次。我后悔了。啊，老妈撑不起我，这一次我一定要找份高大上的工作。哎，你好，我要面试。找工作嘛，来我这儿啊！我后悔了。我要从学生时代开始努力，然后逆袭。锤锤，同乡去啊！怎么还是这样？我真蠢！我回到过去，利用现在的资讯投资，不就翻了吗？我后悔了。这不就成了吗？崔总，集团因运营不当导致缺乏执行力，造成员工代工害的业务无法推进，致使股东撤资，引起客户严重流失，你怎么看？再说一遍。好，倒闭。你看着吧。倒闭。除了倒闭就没别的办法了吗？破产。西湖的水，我的泪。最后一次机会，我重新投胎碰碰运气，你只能变成富二代。我后悔了。哎呦，宝贝儿子，以后咱家研究全球第三重要作物的形态切分及高热控温的家族产业就交给你了。不如电摩呢？我的人生怎么就这么失败？你想换别的工作却没有经验，想努力学习却缺乏毅力，超捷径有了钱却没能力守住，想全靠运气又没这个命，你怎么会不失败呢？人活一世，其实只要你有决心，何时开始努力都不晚。妈，我懂了。你干嘛去？我要回头从幼儿园上起。